要确保床比膝盖上部高出至少两英寸。上床时后退到床边，把手术腿伸直，用好腿和手臂将身体向后滑到床上，慢慢转动身体，先把强壮腿移到床上，然后移手术腿。下床时，将身体滑动到床沿，慢慢地将手术腿放到床下，然后转动身体，直到站立起来。将手术腿伸直，用手臂和好腿把身体从床上托起。